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哎，你这是要干嘛的妹妹善。最近越来越注重我自己的保湿，而且就不管是冬天夏天，我觉得如果保湿做得足的话，就不容易出水，因为我自己是混合肌，就是Kiehl's 的化妆水，然后它也是主打保湿的，然后我一定还会再有精华液，然后这是我最近才刚开始用的倩碧的，我觉得目前为止效果还不错。然后我自己其实还有其他罐，我是会混合着用，因为我觉得可能要试试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肌肤，所以我都会多试试看。头发的最近才刚开始用的 Aveda 的，然后这个就是在你头发还半干的时候就可以抹，因为我的头发是属于比较粗然后又多的，所以我觉得头发的保养是我最近刚开始要学习的。这是我在家里平常会用的扩香香粉，然后这个是它可以用热然后去溶掉蜡烛，然后慢慢的它不会有烟，所以也不会有空气不舒服的问题，那但是空气中就会散发着香味。彩排我跟大家介绍几款，这个是韩国的牌子，我比较喜欢大地色，然后有时候会偏橘，所以这一款是平常比较爱用的。这个呢是倩碧的腮红，这一盘有三种颜色都可以让你选，或者是可以把它粉就是刷在一起，就会有混合的感觉。修容真的非常重要，对于脸大的人来说，所以修容呢，你看很明显的我的修容这一格都快用完了，中间的打亮会让你整个跳出来。老师今天有帮我用很多，我今天有削骨、溶鼻跟纹眉、种睫毛都有做到，还有封唇。SH 我知道他们都有在看，只是他们就是不好意思，因为傅真有时候都会用一些我们频道会用的用语，例如说可以啊、推推啊之类的。我们知道你有在看，傅真。你不走过来没关系，我们会靠近你。好害羞，因为我们平常没有那么认真的，你知道，我们都是打闹型的。应该是说很感谢，我其实也很幸运吧，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家人是不能选择的。我们家的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仰赖我们彼此的。很爱对方，然后知道有时候什么时候你要发火了，然后我就退让一点，然后什么时候该你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支持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支持。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觉得可以一起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真的只是玩在一起而已。但慢慢跟在他身边，可以看到他从兼职到正职，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然后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可是该认真的时候他又会变得比较严厉，但是你会知道他这个严厉是因为他在坚持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在他身边你有时候可能熟人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就是我们很互补，我觉得可以当家人又当朋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关系。然后现在他要做 YouTube， 然后我也跟着他一起做，然后跟在他旁边学习，我觉得很幸运有他这个姐姐吧。有时候我们其实都要晚上要睡觉了，但他就会自己在客厅剪片，但他钱赚很多。就是我们就是睡，然后他的钱那个钞票就一直叮叮叮，没有啦，就是他会自己就是很认真的把该剪的片剪完。爱爱呢你的爱呢你呢我的你呢从前的SHE 的爱了，十五天四夜的旅行，剪接了厚厚的回忆，发现了更多的你，更好的你，联想都会甜蜜。好可爱的歌，字幕，你说麻将的字幕？摸八圈，摸八圈，休息啊休，等一下字幕。我寂寞寂寞就好，砰！好啊，寂寞寂寞让你心跳。好，我想想看，姐姐。真心的，砰砰砰砰砰，真的让我一起扭吧。叫我姐姐，有过关吗？
有哈。谢谢 L 邀请我来，让我今天可以真的变成龙天八宝。谢谢大家，记得订阅 L 哦。